要跟大家介绍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指令啊，那个叫做 PS。PS 是可以用来观察你的现在 Raspberry Pi 到底里面有多少个应用程式啊，还正在执行。好，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线上 Help，OK，还蛮简单的，就是直接打 PS 就好了 好，那我会建议就是在打的时候打 AUS 啊，就是你准备看一下。所有列出一个表格来列出来你所有的那个，现在执行的一些程式哈，比如说各位可以看到，哇，现在执行的还蛮多的，所以可以透过这个指令来执行一些 PS 的，查看一些系统。那在这边有几个重点，一个叫做 PID，PID 的话，各位可以看到每一个 process 它本身它自己有一个 IP address，所以到时候可以看到这个 IP address。这个 IP 号码，这 IP 号码是流水编号，所以各位可以看到每个号码都会有它自己的专属做的事情。再来就是它每一个所执行的所花的时间哈，然后记忆体占多少，然后等等的这些，执行时间跟要跟到底跑多久的时间哈，给大家去看一下。